你这个改装这些东西啊，有可能它能加上钱，有可能它是个减分项。多数来说还是原装的比较好，咱实话实说。这车没去那冲过啥啥了吧？没有啊。你一直说你没玩过，我说你改成这不拉拉车改个交换是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对车比较感兴趣，这没事改着玩的。那你花这个交换弄的时候多少钱？得大几千吧？这大几千，我花两三万了、啊、下来。两三万？对啊，这玩意现在查的都买废铁了，都买钢筋了。你要按照买废铁那是不值钱，但是改着不少钱啊。这叫啥？经济钢是不是？对对。要交盘，这个啥都是 AD 台，侧张，对，搁张。这试过没啊？这东西没有，没有一次也没用过。你看车里外干净，你看我车一点划痕都没有。你这站不住，车晒掉漆了。十一月上的牌，二一年。啊，对，十一月份。这车说实话，你要是前几个月卖还能多卖点，现在这车天冷了，我感觉很少有人出去耍吧。这咋说吧，小周，其实这车你要带不开吧，确实费油，家里边一直想要给它卖出来，所以这不是来过来找你了吗？你光加这些东西，轮胎都是费油东西，光后边这个东西花让两千，就这啊，就啊，就这个东西让两千了都。这是 LED 灯。对，全是关系，确定没刷过是吧？没有没有，一次也没刷过。你可以看，那你这钱花到刀把上了。你咋这么完蛋呢？两万多少公里了？你这车两万四千多。我跟你说，这车好卖了很，跟你说，确实好卖。但是一改装，不管你玩过没玩过，人家第一时间都感觉这车你糟了有点狠，你知道吧？我怕这改装了有点不好卖。但是这个车你可以加那么看啊，确实是你把我底盘呢各方面车况确实不错。咱不如说开着去水里去山上去拿玩了，我一次都没有。跟你来的时候我也看这个，你给你来看着网上报价，二一年的征服者，你这个公里数也不算多，跟人家标了，确实标了有这个价钱，你知道吧？但你往外头出售，你都得还价。你这个改装这些东西啊，有可能他能加上钱，有可能他这个减分项，你这没法说。但是你不能要赔太多、啊，你要不改装吧，不改装吧，这我跟你说，咋都好说。我这改装有的人是吧，就喜欢买这一套了，他也正想买这个车了。有的人喜欢是吧，他会考虑。多数来说还是原装的比较好，咱实话实说。哎，你这些改装件，你说实话，你拆掉卖也不大值钱，你还得还原，你还得弄呢。说这都是你的交盘，要是我对我来说，那都是废铁。一分钱没用，那拖车狗，我回家砸核桃我都嫌费劲。我觉着没用，你得因人而异，有人能使上，他都弄的，使不上这东西一分钱呢不值。装啥吧？装买个这越野车，身边朋友说你不改装没意思，他不是推加入河里了。对对对，一个字，绝。啊，你也看了这车，网上都标十七万多、十八多的，我意思是到时候成交了，我就按十七附近呗。到时候具体有客户了，我再跟你联系，你看中不中？你确实是改装了都亏，这东西没法。那是，不他们改装这家里好生气了，就那吧，也关注这长时间了。你看你能给我多买点，多买点，我也其他我也不问了。今儿来找你的，谢谢你，也别十七了，你多给我多买个几千块钱吧。这没事，到时候多买都是你了。你别说买十七了，有人出十八，我都给你十八，这无所谓，这东西主要是得有人要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不给你掏钱，咱俩不用掏钱还钱，我是给你寄售了，到时候有人要了，然后咱俩到时候再说。中哥，中啊！那我下去，我找个举重机，让我过一下第三方，看一下你有没有越野过，中不中？中啊，中啊，这可以。你别到时候卖出去中途也越野，人家再来找我。这你放心吧，中哥啊，中，咱下去写个技术合同吧，中啊。